过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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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嚟！做咩啊？我哋结婚啦！吓？你讲大话！呢度。哇！你边有咁靓仔？啱啱嗰个你嚟噶？你识咩啊你？好啊！咁啊，其实咧 game 入边咧可以结婚嘅，咁啊搵埋月老啊嘛，搵埋月老啊，去落阳。月老结婚。去洛阳搵阿月老求婚嘅，唔系去洛阳搵阿月老同埋自己嘅女伴去求婚的。我第一次见到人哋同月老求婚嘅金哥。月老是男人嚟噶，月老不嬲都是男人嚟噶啦。不过其实入面可以结婚嘅，咁啊不过咧麻布咧就冇一个38 level， 因为38 level 先可以。我唔想嫁。大家留意翻个对白，You are the one and the only one。有人结紧婚喎，结紧婚啊，可以观礼。系咯，人哋可以观礼，但我冇得自己结婚，激死我，冇得申请结婚啊。咁多人一齐结，月老。见唔见到个传闻啊？大家大野人话招结婚人妖都冇问题。哇，咁想结咩？唉、哎，结唔到婚啊！喺游戏度咁啊，欢迎大家啦！如果大家有玩呢个游戏嘅话，又系女仔嘅话，欢迎过嚟同我应征结婚啦！任何女仔我都 OK， 人妖最好都系唔好啦。咁啊，我会包养你嘅女仔。咁所以呢，你讲啊！我哋就下次翻嚟再见。女仔咧记得 inbox 我。如果中意嘅话，最高可以 download 翻只 game， 同埋写埋自己升翻38 level， 再同我结婚，系机会。叮，下次翻嚟再见，拜拜。